高是不是吧？校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啊！校长，台大的学生要对自己有信心的。可是他们都说我好丑哦。这样啊，想想啊，我的实验室里面现在有一项尖端的计划。真的吗？我也来速速看哦。校长，我这里可以吗？哦，当然啦。好，我运气是，就是这台了。这他可以干嘛？这什么？摸他吗？哎，这，你进去就知道了。好，我试试看。现在可以把脚伸出来。校长，好神奇哦，校长。姐，哇哦，有真美，哇哦，刀啊，谢谢，光说不练是不行的。现在，只有让我示范这把刀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你要怎么证明呢？很简单，你看那个。校长，我感觉不到我的小小叶呢。校长不要这样。好，动动你的右脚。右脚。啊，又长高。长高。变矮。啊，很好。校长好厉害。你们一定觉得我在骗人。我证明给你看，做出真的。校长，你干嘛？校长，相信了吗？现在，校长，我相信了。好，你可以起来走一走啦。你要去哪里？这边，这边。一直这么近看小小燕现在又到了小小林家的门口。我的手敲门。猴子啊，你给我闭嘴。孩子啊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校长，我想要变成现在最酷最炫最屌的新造型。我想要变帅啊！最酷、最帅、最屌！对，校长，你一定要帮我！哎，